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晋荣，欢迎收听和收看今天的梁总时间。这个星期来聊一聊如何跟老板谈判，我要加薪。那不知道要怎么开口跟老板提加薪，对不对？那其实有一些人哦，一些公司升职加薪是需要写申请书的。那怎么写呢？在制度比较完善的公司，加薪是需要员工提交申请书的。即使公司没有这样的要求，也建议把你想把老板说的话先事先的写下来，以免临场忘词哦。那加薪申请书主要包含三个部分，首先不要含糊，开门见山表达你加薪的诉求，把自己的要求写清楚一点，包括加薪的数额啦、时间啦。第二，还有写明加薪的理由，还有就是表达你对公司的忠诚，以及对未来工作的展望和决心。这是一个打感情牌的环节，让老板觉得给你加薪一定不会亏的。但是重要的就是呢，记得加薪申请书的用词要正式哦，让老板感受到你对这件事情的重视呢。啊，当然这个呢是适合用在一些大公司、大企业，如果要升职加薪，就要写这个升职加薪的申请书了。那如果没有用到的话呢，没关系，明天继续留守我们的梁总时间，因为继续给你一些贴士，跟你说一说如何跟老板要求升职又加薪。我们明天同样的时间，继续在梁总时间和你分享哦。